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夜夜笙歌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测评的是一款香奈儿的包包，看，好，这边，它是一款非常适合秋冬的包，因为它的材质呢是绿色的，绒绒的包。具体我是什么材质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。它里面是皮，里面是皮的。然后外面的材质呢是绒绒的，然后摸起来手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光滑，就是也不是光滑，就是反正就是手感非常的好吧。但是它那个为什么我说它很适合秋冬呢？就是因为不用重新来，就是这样说，你就把刚才那段掐掉就好了哈。但是它是一个小小的，这是一个小小的包。然后呢，这一堆东西呢是我平时通勤都会带在身上的东西。然后让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把它都塞进这个包呢。好，钥匙，我的钱包，不是大钱包，还有我的手机，车钥匙。好了，已经没有地方了，可以了。然后它就盖得上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它很小，它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的空间可以塞下其他东西，你就只能把一些就是必要一定要带的东西带在身上就好了。然后它的链子是这样的，这样的链子。这个包呢，其实它的颜色并不会就是跟所有的颜色的衣服都会很搭，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买了这个颜色的包包呢，你就可以搭一些就是颜色稍微就是单一一点的颜色，比如说驼色啊，或者现在非常流行的莫兰迪色系啊，然后你再搭一款亮亮的就是绿色的包，应该就会是秋冬街上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关注我吧，夜夜笙歌。喜欢我可以给我点赞哦，拜拜。你这会不会有点太偷工减料了？我这怎么偷工减料了？你给我们特写了吗？给了，就这样啊。